成日唔够瞓嘅朋友，午睡系咪可以快测一下，等个人精神啲咧？午睡只系治标唔治本，最紧要系夜晚瞓觉瞓得好。中医认为阳气旺盛就会精神爽利，阴气旺盛就容易有睡意，所以阳虚体质嘅人好容易瞌眼瞓。紫灵芝能够益精气、养神、明目利耳，配搭赤芝同埋包子，有助晚上入睡，瞓得好自然精神饱满，体质强健，记忆力都会好啲。